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看《中国新闻》。13年前的7月20号，中共开始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进行残酷镇压。13年来，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打、被关、被酷刑折磨致死，被活体摘除器官，无数的家庭被迫离散。然而，这场残酷迫害的真相至今依然被中共的谎言所掩盖，不为中国大陆民众所了解。7月20号，大陆维权律师姜天勇连续发出多条推文，严正警告北京国宝，正义不久即将到来。那些迫害中国民众的人，包括经常骚扰他和他家人的国宝和警方人员，都一定会遭到清算。他说，正义不在当下，不等于正义永远不来。推文还附上了大纪元新闻网文章《美国重症药720谴责活摘器官国际聚焦》的网络链接。姜天勇律师还呼吁所有遭到中共迫害的民众都要记住自己的遭遇，包括迫害者具体叫什么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要记清，以作为将来清算的账本。而在7月19号，大纪元时报在美国国会举办的看清中国当前政局动荡的真实起因研讨会，与会者也认为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是法轮功，这是中国政局无法逾越的关卡。江泽民等镇压法轮功的元凶血债帮，13年来镇压法轮功所犯下的震惊世界的重大罪恶黑幕正在全面曝光，一旦被国际承认，将威胁中共的存在，导致中国社会巨变。今年52岁的法籍建筑师多维尔因与薄熙来之妻古开来关系密切，他被指称帮古开来保管财物和涉及英商海伍德被杀一案。6月13号，他在居住的柬埔寨遭警方拘捕，但警方没有说明任何理由。有报道指出，逮捕和释放多维尔的行动都在中共的要求下进行。柬埔寨警方最近在官方的网站公布了多维尔前往中国之前的采访录像，被媒体视为不同寻常。这段5分多钟的影片中，多维尔与翻译面对镜头坐在沙发上，录像中没有提问者镜头。多维尔在访问中说，他已获释，并自愿到中国协助调查，他将前往上海，之后可能到北京，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消息。中国异议艺术家艾薇薇对他偷漏税的处罚提出的上诉，7月20号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驳回。艾薇薇表示，判决结果在意料之中，不过他表示他们会继续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正解决问题。而艾薇薇的律师朴志强则表示，尽管他们已经预料到会是这个结果，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权可以无耻到说谎耍赖的程度。好，观众朋友，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新闻。